图维科尔特公司参与美陆军冲锋枪竞标的枪型，获得合同的十家公司来自美国和欧洲。美国著名枪械制造商科尔特公司列在名单之首，其提交的武器被称为科尔特模块，是9毫米超小型武器，这很可能就是科尔特9毫米冲锋枪。其他公司包括密苏里中部机枪公司 CMMG 超级个人防卫武器、刘易斯机器工具公司 Mail 9紧凑型消声武器、 Quarter Circle 10公司 5.5 CLT 5.5 QV 5超小型武器、 PTR 工业集团 TR9CS 超小型武器，以及奇尼斯枪械公司 Z5P 与 Z5K 超小型武器。欧洲企业也在这份名单上，其中包括德国西格绍尔公司 MPX 超小型武器、意大利贝雷塔公司 PMX 超小型武器、捷克 CZ 公司蝎子 AVU3A1 冲锋枪，以及瑞士 BP 公司 MP9 机枪。报道称，其中某些武器，例如科尔特、密苏里中部、刘易斯机器和 Quarter Circle 10等公司提交的设计方案，很可能是以采用 AR-15M16M4 作战系统的AR-15 短枪管手提式轻型步枪为蓝本研发的，它们在功能上与 M4 卡宾枪的相似性，有可能使它们在竞争中获得帮助。另外有几款枪支是以德国黑克勒克克公司著名的 MP5 冲锋枪为蓝本的，而剩下的枪支则采用了独有的设计，例如西格绍尔公司的 MPXCZ 公司的蝎子和 BP 公司的 MP9 冲锋枪。